就是个狼窝，随时随地有人盯着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。行了。你要注意走路姿势。啊。走路姿势，抬头挺胸。这个呢？这身还行，你再走两步给我看看。手不要那么重，轻盈一点。这身还不错。嗯，感觉有点像了。再自信一点。被抓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什么女人啊？我哪知道，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女人。女人？她早就有未婚妻了。未婚妻？而且还是上海滩的豪门大小姐。她跟林雄波那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的。不可能啊！雄波怎么可能会有未婚妻呢？我跟熊波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我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。林熊波从来没告诉过您？当然没有啊，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说了我一定会记得的。我们两个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下个月就要结婚的。
怎么样？像不像林雄波？不是像，你就是。来，拿着。好嘞。这是什么？哇，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吃喝玩乐哪一样不需要钱啊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你还挺讲究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钱不是我的，是组织上给我们的经费，拿着吧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快拿着。嗯，那我就拿着了。嗯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嗯。邓远达。林雄波。哎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重新踏入郑州绥靖公署的大门，邓远达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已经没有了退路。不管前面是狼窝还是虎穴，他都必须闯上一闯。这不但是为了继承前爵未完的事业，更是为了自己心中那份深深的信念。想让自己成为林雄波，不仅仅是衣着和外表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必须以他的思维方式对待所有的人和事。早啊，林公子。早啊，玉兰。这香水的味道真好闻，什么牌子？结了婚的人你怎么还那么没正形啊？回家问你媳妇去。你现在还笑得出来，等一下进办公室啊，你就该头疼了。怎么了？你还没听说吧？阮冰心已经从我们艺电科调你们行动队去了，而且跟你一个办公室。什么？笑不出来了吧？走啦。兄弟们都听好了啊，冰心刚刚调到我们行动队，以后她有什么事儿啊，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担待点啊，就算是给我孟大川面子。好，绝对给面子，绝对给面子，绝对给面子。欢迎冰心啊，欢迎冰心，欢迎欢迎欢迎冰心。算了，算了吧。冉冰心，为什么到行动队来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行动队？你一个艺电员什么都不懂，凭什么到行动队来？熊波，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了啊。冰心来行动队是处长亲自点的将，连处长的话跟你没关系。闭嘴。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待在行动队，我要天天盯着你，让你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阮冰心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没完。没完是吧？熊波，你干嘛？把枪放下！我跟你说了，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跟阮冰心的私人恩怨。阮冰心，我们今天来个了断吧。绑架、刑讯逼供、跳大梁，你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。如果你还揪着不放的话，就给老子一枪吧！啊，熊波，你别瞎说啊！你没证据，他没绑架你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冰心，把枪放下！我不，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他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。来啊，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冷静点啊，别冲动，把枪放下。来，开枪！来，阮冰心，你别胡闹了，把枪收起来。你以为这什么地方？玉兰，别拦着他。就让我们俩来个了结吧，烦透了，简直就是阴魂不散。就算你认准了之前我们的感情是真的，算是我对不住你，可事已至此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以前的事情全部都记不住了，如果你还要揪住不放的话，我只能把我这条命交给你了。冰心姐，来吧。林公子都这么说了，要不算了吧，他也怪可怜的。
而且又不是故意的。你骗谁呀？你不记得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？你只记得跟你指腹为婚的叶小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根本不是林雄波。林心，我看你是气糊涂了啊。林心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认识林雄波，我们大家也认识啊。你说不是就不是了。他不是，他就不是。林雄波得了选择性失忆，医生已经是诊断过的了。虽然他忘了你们两个之前的感情，可是他也没有否认过呀。对于你们之前的事情，他又是赔罪又是道歉，而且即便是他觉得是你绑架了他，现在人家也没报复你啊。现在人家把命都交在你手里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们说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林心，你真打呀？孟南川，你给我走开。林心。杨明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把情报处当什么地方了？打靶场吗？把枪给我放下。走，明星，走走，把枪放下。去我办公室。走。说啊，这都叫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女人嘛，因爱生恨，这都是常有的事儿。熊博老弟，你现在是叶家的乘龙快婿啊，春风得意是吧？不要和女人一般见识，到我那儿喝杯咖啡去。咖啡就算了。怎么了，熊博兄弟？这可不像你啊，你以前可不这样。那我以前怎样啊？你以前隔三差五的就到我那儿喝咖啡，我那儿的咖啡可都是给你准备的。是吗？哎，你说我这伤受的吧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我还不如死了痛快呢。哎呀，话可不要这样说。哎，这又不能怪你，不要自责啊。应队长。哎。叫我老硬。老硬？嗯，我可真不记得我以前一直都叫你老硬吗？是啊。那以前咱俩的关系？咱俩以前的关系那就四个字，非同一般。是吗？那还有假呀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以前啊你在人前叫我应队长，咱俩独处的时候你叫我老硬，我叫你熊波兄弟。我说嘛，虽然我以前的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一见到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就冲咱们俩的缘分，就冲咱们俩以前的关系，我今天中午必须请你喝两杯。哎呦，那是啊，熊波兄弟，以前咱可是隔三差五的，哎，就来一口。不瞒你说啊，每次都是你破费。早说呀，不就喝酒吗？小意思。就今天中午，地儿你选。要不咱们就老地方。老地方？瞧瞧，这都忘了，得意楼啊。就得意楼，得意楼，走。走。费叔叔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搏击训练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对现在的这个林雄博恨之入骨，但是你好像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。我没忘。我说了，林雄博现在今非昔比，有夜惊之庇护，连费叔叔你都要让他三分，所以没有铁证如山，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。哼，亏你还记得。可你是怎么做的？啊？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无凭无据的说他是个假货。我问你，这叶静之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认为我是利用公职把你调到行动队，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林雄波。老板。哎呦，
林公子，英队长，二位好久不见呐，老规矩。啊，对，老规矩，老规矩。行，得嘞，来，两人把二老包间收拾干净。你还记得老规矩？好嘞。记得个屁呀！我总不能让谁都知道我有问题吧？嘿嘿，我可提醒你啊，你可是这儿的大主顾，不要说老板了，伙计们可都认识你。明白，谢谢老爷。发泄有很多种方式，不一定非要去当面大吵大闹。对不起，薛叔叔，我每次看到林兄波，我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愚蠢，这点控制力都没有，还当什么职业特工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戴然呢？戴然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就是假的林雄波。你有火，尽管朝他扫，但是出了这个门，我要你把心里的仇恨给我藏起来，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出去给我重新面对一切，明白没？明白。来啊！我这就给您拿去。哎，等，哎，我自己去，我知道他们家的酒藏在哪儿。哎，伙计，哎，林公子，我们就两个人，你为什么给我们上这么多菜啊？你们不是说老规矩吗？哦，这就是老规矩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。哎，对，你大概给我算算。这桌子菜得多少钱？您到德意楼来吃饭，可从来都没有事先结过账，都是直接跟掌柜的结账。我今天就想知道，不行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找掌柜的，让他给您算一算。你连这个也要去问掌柜的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大概给我算一算就行了。那我给您算算。下去。哎，林公子，您慢用。怎么上这么多菜呀？这得多少钱呢？这肯定得我三个月的饭钱呢。哎呀，熊伯老弟呀、啊。前段时间我听说你要走了，我这心里啊，你别提有多难受。嗨，我又不是不回来，你有什么舍不得？难受什么呀？也怪我耳根子软，总是听人唠叨说你脚底抹油要滑点，这被人唠叨多了，我也就将信将疑了。我知道，不就是那阮冰心在造我的谣吗？他不但说我是陈世美，现在好了，我连人都是假的。我看这个女人啊，她就是疯了。哎，阮冰心的话不要放在心上，大家都知道，她的话不要太在意的。不过现在你可得注意了，她现在已经调到行动队了。以前看着啊温顺的女人，那发起飙来可是凶得很。他怎么就进了行动队呢？老鹰，你是队长，你不点这个头，他能进得去吗？哎，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们行动队没有费处长点头，那我点头算什么呀？我就知道，一定是费处长批准的。哎，兄弟，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费处长呢？把阮冰心当亲闺女看待的，啊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来，喝酒，来喝酒，我老叶啊，我其实得好好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
要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我过去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呢？啊，就冲这个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啊，不过老鹰啊，你还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尽管说。我这不是受伤了吗？过去很多事儿我都不记得了，你得好好帮我恢复恢复。告诉我，我过去爱吃什么，爱玩什么，我过去愿意跟什么人在一块交往，我不愿意跟什么人在一块来往，你都得好好跟我说说。这点小事儿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啊！好嘞，咱们俩啊，以前呢是知根知底儿，哎，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。太好了，来，兄弟就先谢谢你了。来谢啥？快，是，动作要快，把腰上劲儿用上，掌握距离，调整步幅，注意协作。快，再快，别松劲儿，想想他是谁，打死他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不光是我们，费思清他们也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啊。他把阮冰心调到了行动队，就是想利用阮冰心对你的了解，在你的身上安插一双眼睛。哎，那你说阮冰心到行动队去，会不会是费思清的主意啊？这种老谋深算的伎俩，阮冰心是肯定想不出来的。我觉得也是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把自己隐藏好，不能急于行动，千万不要在阮冰心面前露出任何马脚。我明白。你今天做的就很好，利用硬币图来了解以前的凌雄波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既然他贪杯好酒，喝了酒以后又喜欢多说话，那就利用他这个特点，多请他喝酒，从他那儿多套一些信息出来。还多请啊？嗯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今天为了请他喝这顿酒花了我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足够我三个月的饭钱呢，我想着我都心疼。我之前给你的钱呢？你知道真正的凌雄波会多长时间花完吗？我不知道。顶多三天。三天？这个王八蛋。你以为凌雄波平时只是吃吃饭、喝喝酒吗？他的活动多了去了，唱歌、跳舞、打麻将、送礼、找女人，哪一样少得了钱？还要找女人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种违反纪律之行，我绝对不会做的。没人真的让你这么做，但是有时候逢场作戏也是难免的。不鼓励你浪费，但是该花的钱一定要花，绝对不能省。你一定要有花花公子的派头。不然的话，没让阮冰心发现，你在硬币坨那儿就先露出了马脚。钱这方面呢，你不用担心。每天你出门之前，我会检查一下你的钱包，把花的那一部分给你补上。其实我这样大把大把的花钱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你也知道的，在咱们那儿，战士们吃的是什么，穿的是什么，可是我在这儿呢，却在这糟蹋。你有这样的觉悟当然很好，但是你也要明白，我们现在绝对不是在糟蹋钱，我们花的这些钱是在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。情报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的战士少流血，让我们的百姓少遭罪。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这么一说吧，我心里稍微踏实点了。啊，还有，针对你目前的情况呢，我要对你提出几点要求。啊，你说吧。第一，在外面吃饭时，下馆子一定要有档次，特别是要请客吃饭的时候。啊，这个我懂。今天去的这个德裕楼啊，就很有档次，而且应聘统说，这里面的什么伙计啊、老板呐，都认识凌雄波，这说明凌雄波啊以前经常去。那就好，啊，吃剩的东西绝对不能打包的。那不是浪费吗？浪费也总比暴露强吧。行行行，那都听你的，你接着说。
第二，每个星期去一次舞厅，你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所有的舞女都知道林雄波又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没问题，我以前在文工团啊学过跳舞，而且跳得还不错。还有第三点，如果有人找你打麻将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者不拒，中途也不可以退场，如果钱输光了，借钱也要打下去。这个可能有点困难。怎么了？我不会打麻将。不会你就学嘛，我现在就教你。哎，飞叔叔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蓝冰心，我不是你叔叔，也不是你处长，我是那个假的林雄波。你不是要报仇吗？起来！处长，你看冰心进步很快啊。哎呀，真是连我都看走眼了啊！我原来一直认为冰心只是个相夫教子的小女人，真没想到竟然天生就是一个当特工的好材料啊。谢飞叔叔夸奖。哎，最近林雄波在做什么啊？他还是老样子，跟那个应队长每天在一块儿吃喝玩乐。他是在演戏，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早晚会有一天让他露出狐狸尾巴。不要心急，心浮气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你现在是一个职业的特工，要学会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要让自己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，才能够找到敌人的破绽。我明白了，费叔叔。处长，我倒是有个担心，我怕夜长梦多，万一这个林雄波他再找一个什么探亲的由头，借机脱身，那我们又被动了。是啊，所以对林雄波的调查绝对不能松懈，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。切入点？对，最近我一直在想钱爵的事儿。钱爵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钱爵潜伏在我们绥靖公署这么多年，他身上肯定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，人现在虽然死了，这个任务我相信不会就这么断了。我明白了，处长的意思是，钱爵虽然死了，但是共产党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派人过来完成他没能完成的任务。没错。那么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林雄波是共产党派来的，那么很可能他就会变成钱爵的替代者。那就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，一定会发现蛛丝马迹。嗯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之前让你去查的钱爵最后的接头对象有什么线索吗？啊，
有一点。什么叫有一点？啊，是这样。我派人去查了那个祥云茶社，发现和钱爵最后有一个交谈的客人，我派人去把他的头像画出来了，正在寻找。尽快找到这个人。是。我承认，由我来执行这个任务会有一定风险，可是你们谁不是在冒险呢？让我来试一试，就算是失败了，也只是搭上我这条性命。如果放弃这次任务，将来在战场上，我们会牺牲更多同志的生命。钱爵同志用他的牺牲，为我铺平了道路。我希望向他证明，他没有选错人。我希望他存在是有价值的。钱爵在那一瞬间希望的眼神，令邓远达终身难忘。现在，在自己的坚持之下，上级同意让他接手钱爵没有完成的任务，这是他纪念钱爵的最好方式。但眼下，他还没有一点头绪，必须做点什么。对，做点什么。熊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玉兰，我刚才路过这儿，门没锁，我就进来看看。哎呀，真是物是人非啊！玉兰，你这是？处长让我把这间办公室腾出来，留给新任的副处长。就有新的副处长啊？谁知道呢？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啊，玉兰，上次在前副处长墓前，阮明星要跟我动手，多谢你帮我。没什么，你能去前副处长的坟前，这说明你……说明我什么？说明你有人情味儿，在咱们这个地方，人心都是冷的、硬的。那我走了。真是麻烦你了，这么大老远还给我送衣服过来。林太太，您太客气了。你能到我们裁缝部里订衣服，那是看得起我们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您慢走。哎。谢谢。今天来不及了，你就将就吃碗面吧。嗯。喂，刚才老冷是不是来了？啊，是。他亲自过来，是不是询问我们任务的进度啊？没有，你别多想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可得告诉我。真的没有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我今天去了石月同志以前的办公室，也就是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。上级让我接手他的任务，可我现在……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别太着急了，任务总得一步一步来。做是那些不着调的事儿，喝酒、打牌、跳舞，
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了？你必须在绥靖公署这个冷屋里存活下来，你才能完成任务。没有。真的没有。远达，我提醒你，没有命令，绝对不能擅自行动。 我知道。哎，袁达，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一米妥跟我约了牌局。哦，那我收拾一下，跟你一块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都已经学会打麻将了，用不着你每次跟着。那好，钱袋够了吗？还有，上次都没怎么输，你给我的钱啊，都没花掉呢。早点回来。走了。